唐格拉，我们看又是贵州梦之城队的反击，非常好的机会。十七号一名将到禁区里面横传，直接好的。最后时刻，比分变成了0-2。四十号小个子的西班牙前锋卡斯特罗，都是客队攻进两球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是的，就是面对守门来了，再次第三个0-3。又是四十号小个子的鲁本卡斯特罗，一名将呢跳起在空中，外脚背横向一拨，紧接着鲁本卡斯特罗再把。